行动上网真方便，不管是追剧或是玩游戏，只要 4G 讯号够给力，不管身在何处，上传下载没问题。以往的我们在前年的 4G 呢是一条高速公路，那变成呢去年呢两条，那 3C 呢就是三条高速公路，也是三条呢。以目前组合，我觉得最棒的是900加1800加2600这个组合，几个频谱结合起来最高可以冲到300 Mbps 以上的速度，所以在全球来讲，其实台湾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。台湾 4G 环境有了新标准，行动上网品质大要进。不过消费者在选择电信商时，往往只在乎测速结果，小心陷入迷思。你的测速一本测得很快，但是有可能你今天如果是住在山上，那你没有基地台，你的速度求你怎么快？不同地方测的时候数值好像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数值只是仅供参考。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就是 4G 资费的内容有没有符合我的需求。除了频宽大小、建设涵盖率、网络讯号稳定度，最重要的是在众多资费方案中找出最适合自己的产品，才能在追剧玩游戏之余替自己省荷包。三立新闻郑永龙、庄淑棠配合报道。